举止轻浮，不懂规矩，屡教不改。这怎么在你这里？我替九弟乌龟原主，顺便奉劝你一句，不该有的想法，以后也不要再有了。你小声点行不行？快来快来！九少主呢？连脸都不敢露。做出这么不知分寸的事，你不嫌丢脸，还敢再去叨扰九弟？ 丢谁的脸了？你还真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？蓝淼，蓝淼，你松开！齐观音，我告诉你，谁也不比谁高贵。喜欢一个人是无罪的，请让你的妈宝男齐观宝当面和蓝淼说清楚，他若再对他动心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 蓝淼是谁？怎么，在你们这些少主眼里，一个侍女连性命都不配拥有，是吗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